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四十名，倒数第六行，我们把文念一段啊，行卷记前，开示大无量寿经之基曰：其基者，则一切善恶大小凡愚也。前面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今天接着看，大师之说，上其圣心，下洽群机，使大有功于净土，故终日注思多宗此说。这是华念祖老居士在此地告诉我们，善导大师所说的，前面都是善导大师讲的，这个话讲得太好了。下面，这是他的赞叹：上其圣心，这个圣是诸佛如来啊，确实诸佛如来说这部经，讲这部经，弘扬这部经，真正的意趣就是普度众生啊，下洽群机，恰是周边的意思，所有一切众生通通包括在里面的啊，真的是三根菩提眼，立顿全收啊，对净宗法门来讲没有不契机的，没有不是当机的啊，关键呢，是在众生呢相不相信，肯不肯发愿啊。所以善导大师跟以前古来的祖师大德讲法了看法不一样啊，他的看法实啊实实在在大有功于净土法门啊，故终日注思多宗次数。啊，隋唐那个时候，日本、韩国啊，都派了许许多多出家人到中国来留学。啊，去净宗，在日本、韩国流通啊，多半都遵从善导大师的说法。下面举了个例子啊，如日贺赞云，贺赞是一本书，观彻法师他的著作啊，第十八愿，十方众生，三辈众生，皆是诸佛凡夫啊，是其极。这日本的一些高僧大德，
啊，第十八愿所说的，没有说菩萨，也没有说阿罗汉，说十方众生，啊，说三辈众生，啊，这三辈都是凡夫，啊，六道凡夫啊。临命终时，一念生念都能往生。啊，后佛云：如云小云，云小是韩国，啊，传净土宗的四十八大愿，初先为凡夫，后今为三乘圣人，啊，换一句话说，阿弥陀佛说《无量寿经》，设方如来接受这个法门，普遍的弘传这个法门，其目的是普度业障深重的凡夫。啊，佛的心就像父母的心一样，啊，父母对儿女祝福对众生一样的心情，无不是希望一切众生早一天成佛了。这能成得了吗？答案是肯定的，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为什么？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大乘经教里面佛菩萨常给我们讲，一切法从心想生，你本来是佛，只要你现在心里就想佛，他怎么不成佛呢？所以凡夫成佛了，一念之间呢，真的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问题你肯不肯念呢？念什么它就变什么。设法界一真庄严，刹那刹那在变化了，它不是定法啊。这世尊在大乘教里常给我们讲啊，啊，佛无有定法可说，为什么？整个宇宙这刹那刹那的变化，啊，根本就没有定法，啊，所以佛度化众生也没有定法。这变化从哪里来的呢？什么人来主持这个变化呢？大乘教里面佛常讲，一切法了，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不讲得很清楚吗？为什么会这么变化？心能现能生，啊，所现所生这些法，它只会产生变化，那是识起的作用。啊，识是什么呢？识是分别，是执着。那你就想想，不要想别人，想自己。我们的分别无量无边，我们的执着也是无量无边。
所生的一切法，它不是定法，它是刹那生灭的。所以，刹那随着众生的念头，它起产生灭法。即时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应化在六道里面。正如《楞严经》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所以佛也没有定法可说啊！随着一切众生的变化，佛真的叫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随顺里面有不变，随顺是变的。我们凡夫麻烦的就是，随着众生变，随缘随变，这就苦。佛菩萨高明的地方，这随缘不变，这人家成，人家高明。什么缘都能随，设法界一真庄严都能随。不变是什么？不变他用真心。什么是真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个不变。永恒不变这个十个字就是经教常讲的大菩提心在四圣法界用的是这个心，在人天、在三途、在地狱，他还是用的这个心。一真庄严天天在变化，刹那在变化，菩提心不变。凡夫不行，凡夫随便，随着变。怎么随着变？随着外面境界，其情无欲贪嗔痴慢，这就变了。要知道，随缘随变是造业。随缘不变，它不造业。佛经上勉强称它做净业。其实如果说是造净业，还是对设法界的四圣法界，那才叫净业。十报图里面的痕迹都没有染净都没有了，那才是自信的起用。没有一样不称心的，这是如来的果地。我们要学佛，得学这个本事。这个本事在《还原观》里面，就是头面前面第一句啊，随缘妙用。那个妙用就是永恒不变。不着相。不但不着相，
确实痕迹都找不到，可以说是自信的起用，自信空有两边都说不上，它不是物质，它也不是精神，对，只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说不出的，言语道断了，这妙啊！在起作用的时候，威仪有责，也就是完全随顺众生。在随顺里面起作用，起最恰当的作用，最殊胜的作用，最完美的作用，也不是没有定法。众生自私自利，它起的作用是大公无私，跟你相反的。众生心行，念念执着贪嗔痴，它起的作用给你实现的，念念都遵守戒定慧，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回头回到哪里？回归自信，回到性德，那就是唯一有责它有原则的，这个原则的标准不一定，对，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这些变化了它有个不变的原则，是绝对是利益众生的，决定是引导众生回头是岸的，这个不变方法84000法门这个净宗念佛也是一个法门佛菩萨的态度永远是如何之止，所以他在一切众生面前都能够得大家的欢喜心，你善人喜欢他，恶人也喜欢他，都不讨厌他这很了不起人天欢喜他了，恶鬼出生地狱也欢喜他，这做人做得真圆满这应该学习如何柔是温柔或是和谐虽然温柔和谐，他不感情用事，他智智充满了智慧，一点都不糊涂幕后一句了不起，待众生苦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所实现的一生真的一切都放下了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讲经教学，没有一天空过，这带众生苦
49年如一日啊，我们展开历史，千万年来，这样一个老师到哪去找？找不到第二个人了。啊，世尊希望世世代代的学生都向他学习。啊，他做出榜样来了。向他学习的人才是真正的弟子。啊，他是佛弟子的楷模，他做到了。啊，所以教育者必先教育自己。啊，自己没有学好，怎么能教别人？这是真理。啊，我们发心学佛，尤其是发心出家，弘法护法。你不学佛怎么行呢？学佛这两个字，学释迦牟尼佛。那叫真学佛。啊，释迦牟尼佛一生不搞名闻利养。连名闻利养的念头都没有。啊，就是教育众生，众生种类不齐啊，程度高下不等啊，在这个世界，经营的事业又不相同。啊，什么样的难题？你找到老师，老师都能帮助你解决。真的显示出啊，大智慧、大学问。不但解决我们当前生活上一点难题，终极的目标是要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回归自信，成就圆满的佛果。这是释迦牟尼佛示现教学的终极目标啊，在佛经上有一句话，这一句话可以翻译，一点都不难，但是没有翻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佛法追求的终极目标，全是梵文啊，翻成中国意思，无上正等正觉。又不是不能翻，为什么不翻？叫尊重不翻。啊，学佛学什么？就是恢复自己，无上正等正觉，那自己本有的，不是外面来的。啊，现在为什么没有呢？
你被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住了。放下执着，不再执着了，正觉现前。放下分别，正等正觉现前。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再起心动念了，你成佛了。无上正等正觉现前，一切众生人人都有啊，放下就是啊。为什么不肯放下？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要把它想清楚、想明白了。佛法，张家老师讲得好，智难行易呀。知是把事实真相，佛法里面讲的。性相、离世、因果，搞清楚、搞明白，这真不容易。行太容易，行放下，放下就是。为什么不肯放下呢？知道的不够清楚，不够透彻，有疑惑，障碍你放下。如果毫无疑问的话，叫你放下就放下，你马上就成就了。我们在佛经记载里面看到，在传记里面看到更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真的在一念之间。他在这一念彻底放下了，功夫就成就了。他对于诸法实相啊，真明白了，真了解了。所以他很容易就放下。我们要走近路，要走捷径。华严经的分量太大了，真的不容易受持。可是，娴熟过世的望境还原观，那是华严经修行的精髓。这一篇论文文字不多，华严经里面的原理、原则、修行正果的方法全都在里面。我们在过去学过两遍。修华严，走戒禁。这不论好，论文一共分六段，前面三段讲宇宙的缘起，
万法的缘起，果从哪里来的？讲得清楚啊！啊，后面那个三段是教给我们回头的方法。你想回归自信，啊，想把本来面目找回来。禅宗所谓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本来面目你是佛。你再把本来佛找回来，开头修四德。四德是基础啊，那就是位于有责了。啊，五执是放下，六观是看破。你就成就，啊，这些话说得容易，做起来不容易，相当之难。为什么？我们的习气太深了，迷得太久了，习气太深，很想放下，他就是放不下。不是，我们生在这个大时代，学佛成佛，得到无比殊胜的增上缘，啊，这个增上缘是什么？外国人拍的这个电影呢？2012啊，我觉得那是无比殊胜的增上缘啊！告诉我们，你要想成佛，要想成就啊，你还有多长时间呢？还有三年，三年够不够？足够啦！啊，用什么方法呢？用智持名号的方法。啊，三年时间肯定你成就了。啊，这个语言就是告诉你，三年你能成佛，成不了佛了，三年就到三途去了。你就两条路，你怎么选择？啊，我们选择成佛之道。啊，我平常教诸位的16个字就行了。啊，我们不用佛家的这个高的标准，那个很难做到。怎么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对五欲六尘的贪念，放下贪嗔痴慢。这样的心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没有一个不成就。啊，障碍你成就的不是别的，就是我讲这16个字，那是障碍：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这个玩意障碍。只要把这个东西放下了，你的障碍就没有了。啊，一生就成就了。
我们明白了，我们要真干。现在就干，今天就干。要认真啊，不再这个贪念啊，不再模糊了。只要真干，不但救自己了，也救了你家了，救了社会了，救了国家，也救了世界了。这个功德多么殊胜啊！啊，无比的殊胜障庄严，为什么不干呢？我们依靠的就这一部无量寿经啊，这一部无量寿经展开来，就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无量无边无尽的法门，通通浓缩在这部经上，大藏的精华。诸佛菩萨修行成佛的精髓全在其中啊。我们时间不多了啊，认真学习这一本经够了啊，不再想其他的了。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个常识就三年，肯定成就啊！啊，这个善导大师讲得好，本为凡夫啊，啊，就是为凡夫，一生当中修行成佛的。底下这小段的总结，故知净土宗义本为凡夫，是皆为圣人。此说之要妙，要是精要，妙是玄妙啊，在于只显如来度生无尽之悲愿，啊，佛有没有能力普度一切众生？有什么能力？持名念佛，就这个法门，啊，能令一切造作极重罪业的凡夫，能在一生成佛，这还得了啊！啊，扫尽凡夫退怯之心呐、啊，普令正信此法，发心念佛，成佛愿力，谢得往生，没有一个不往生的。这个法门无比殊胜，能遇到的大福德大因缘啊，你能遇到，遇到你能不能成就，关键在善根福德。啊，善根是什么呢？接触到了，他能信能解，这是善根。啊，能相信能理解。福德是什么？福德是真干啊！依教修行，
一门深入，啊，一生决定成就，这是福德，这人有大福德了。啊，遇到之后也有，这是善根福德很薄。遇到什么呢？半信半疑，还想着可能有更好的法门。啊，他还想广修多闻。啊，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事物太多了，家庭、这亲情、事业放不下了。干扰太多了，不能专心，这就不能成功。啊，这是什么？没有福报啊，不福啊。因缘纵然殊胜呢，他这一生不能成就。啊，也就是说，他放不下，他看不破。啊，那么现在这个灾难的信息告诉我们，你只有这么长的时间，你想想看，哪个重要？应不应该放下了？啊，当然生活是第一，只要自己能吃得饱，穿得暖，有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足了。啊，我们就像闭关一样，3年。3年，念到功夫成片就行了。如果真的这个亲情、事业、琐碎的放不下，没有关系。你就等于说是放3年假，请3年长假，我来闭关。我3年念到功夫成片，啊，或者这个灾难没有了，啊，或者是这个灾难减轻了，啊，我还留在世间，你再去搞亲情，再去搞你的事业去，可以呀。啊，什么时候到极乐世界去？你生死自在了，想去就去，想多住几年不妨碍。这些，这是真正成就。啊，先把自己往生生死大事办妥，啊，然后还有身体在嘛，留在这个世间帮助众生。好事情，啊，未尝不可。他真有这个本事才行啊！佛法了，真的理啊，事实真相要透彻。不透彻，这么小小一点灾难呢，你就受不了了，啊，你就心慌意乱了，这个伤害太大了，啊，真正搞透彻之后，啊，别说这些传言，事实摆在面前，你也不惊不怖。如如不动啊，你没有妄念啊，没有烦恼啊，没有恐怖啊，
你有智慧，智慧就知道怎样处理，怎样把眼前的灾难给化解。啊，能不能化解呢？没有化解不了的灾难。啊，问题，你有没有定力？你有没有智慧？你只要有这两样东西，问题肯定解决了。这两样东西，定力是修行人的功夫，啊，智慧是性德之宝啊。从哪里生的？从定中生的，那不是学来的。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后面有德相。啊，所以那个德能，啊，从智慧当中产生的能力，相好都是自信本有的，怎么不能解决问题？哪有这种道理呢？不但地球上的灾难能解决，啊，太空当中、星系的灾难都能解决。啊，太阳系出了问题了，银河系出了问题了，都能解决，没有不能解决的。啊，化身菩萨看这些事情，是平常事，小事啊。啊，我们要想学这套本事。实在讲，佛法教学就是教我们这套本事。啊，这个本事就是我们修学的功夫。啊，修到化身菩萨了，刚才说了。心系出了毛病，你有办法解决了。啊，没这么大点能力，小小一点功夫，那解决我们自身的安全，解决我们家庭，我们居住的这个社会，啊，这个地区，这就太容易了。轻而易举啊！啊，用什么方法呢？讲经教学，有效吗？有效。为什么？讲经教学帮助人觉悟，帮助人了解现前事实真相。只要我们不迷，只要我们放下分别执着，我们身心恢复正常了，健康了，我们居住的环境的时候，所有一切灾难都没有了，它也恢复正常了。我们中国谚语所说的“富人居富地”，先要把自己恢复到啊，造罪业了，不造罪业了，再修福。那我们这个地区人人都修福，个个都是有福报的人，这个居住的环境当然有福了。啊，所以叫境随心转。啊，
风水跟着人心转啊，你明白吗？风水家常常说的两句话已经明白清楚地告诉我们了啊。风水家怎么说呢？富人居富地，富地富人居。这个地方风水不好，是有福的人住在这里，三年全变好了。这个地方风水宝地，人心不好，他住在这个地方三年之后风水就坏了。这是风水家讲的，不是假话了，跟佛法里面讲的境随心转是一个道理啊。境是居住环境啊，所以我们要让这个自然灾害统统免除，没有别的，修福啊，人人都修福啊，修善修福，问题就化解了。我们再看底下一段啊，第三段，丙，这都是古大德说的哈，说专接上根，旁及中下，此啊此说，从文字表面上是同于甲，而凡于乙。这个甲是第一段，乙是第二段，好像跟第一段的很接近。那跟第二段呢就不太相应了。第一段是上辈往生为是菩萨，你看专接上根。啊，但是他底下旁及中下。啊，从文字上看好像是这样，实际上呢，实际上不同，实则于一同，啊，于第二同，本为凡夫，兼为圣人，跟这个同，啊，主我辈凡夫，均可值等九品，故与甲根本相违也，啊，与前面一段的意思相违，与第二段的意思相同。啊，主张我们这些凡夫都可以只等九品，就是善导大师讲的，九品往生呢，总在于语言不同。你要是遇到语言殊胜的，你就上上品往生啊，这个语言关系太重要了。古来祖师大德常说，大福德大因缘，这个不可思议。你能够认识，那是大智慧啊。你能把握到这个机会，不把它放过，那大福报。啊，我们从古人的例子来看到，清净善知识的，有人是一辈子不离开。释迦牟尼佛那个僧团，他那些弟子就给我们做出榜样了。啊，那些人知道世尊是好老师，知道世尊是大善知识，亲近他，不肯离开他。啊，弟子当中有跟他十几年的、二十几年的、三十几年的，
有跟他一辈子，到释迦牟尼佛往生才离开的。啊，佛住世一天都不肯离开。啊，我们现在知道，这1255人里面，许许多多都是佛菩萨再来的，凡夫不同啊，他们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了。啊，怎样才能成就道业？怎样叫护持佛法？他们那些做法就是的，啊，引导人，啊，这个里面就像唱戏表演嘛，角色一样，有视线、聪明、智慧、神通，啊，实现这些的。啊，全都跟释迦牟尼佛学了，上上根人啊，转接上根了，都跟释迦牟尼佛学了。有一些人视线的凡夫啊，愚痴顿根，也一生跟着释迦牟尼佛不离开。旁及众下啊！世尊常随众这1000多人呢，上中下三根都有啊。下面把这个意思就说出来了啊。为什么这样说法？这个说法是事实真相，啊，当时僧团确实如此，但此为专接上根者，盖恐世间前见之事，每位敬宗啊，乃斋公斋婆之心，而鄙视之，故作是说以己之也。这用意说出来了。怕别人说净土法门是专门戒淫老太婆的、阿公阿婆的啊，有大智慧、大福德的人他们不学这个法门。啊，那就引起世间人的怀疑了。啊，所以自古以来，有多少聪明人、有智慧、有地位、有大福德，啊，都皈依净土，专念阿弥陀佛。给世间人做好榜样啊！啊，因为净土经论看起来太简单了。啊，这一部经这是有注解，要没有注解，光看白文，很薄的一小本呢，一般人瞧不起啊。啊，我初学佛的时候，对经宗生起信心，差不多花了20年的时间。啊，方老师没介绍这个，
没介绍净土。啊，张家大师也没介绍净土。我亲近李老师的时候，他才介绍给我。我半信半疑。啊，他用了很多善巧的方法来诱导我，我还是无动于衷。啊，我曾经跟诸位也多次讲过，我对净宗接受了，是讲《华严经》。啊，《华严经》讲了十几年了，讲到一半，啊，那个时候讲《华严经》，一个星期讲三次，啊，2次80华严，1次40华严，啊，同时开讲，差不多都讲到一半。在《华严经》上看到文殊普贤都发愿求生净土，而且带着华藏会上41位法身大士道归极乐啊，去向阿弥陀佛学习。我看到这一段经文，啊，深深的在体会它，这什么意思？华藏世界不好吗？毗卢遮那佛不如阿弥陀佛吗？这都是我的问题啊。为什么文殊普贤要把这些人通通带到极乐世界？这桩事情在《华严经》上出现的，当然，这个道理应该还在《华严经》里。啊，细细再去翻阅《华严经》，明白了。菩萨在华藏世界要把41品无明习气断掉，需要3大阿僧祇劫，这么长的时间。这些法身菩萨，如果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在那边修行，像这些法身菩萨啊，41品无明习气，就轻而易举，短时间就断掉了。这一个动作了不起啊，把净宗法门一下就提升了。不但提升跟华严相等啊，提升超越了华严。啊，华严经最后的归宿，圆满的成就，是在10大愿望道归极乐。啊，我这回头来真正去读净土经。啊，对于净宗这个信心啊，定了，死心塌地了。啊，所以我想到古人常讲啊，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啊，我自己走这个路花了20多年的时间，讲了眼睛，
讲《法华经》大义，讲《华严经》，啊，这才认识了净土，不容易啊！我要没有这些座大经的基础，对他还是半信半疑。啊，以后看到这么多的大德，我们真的比不上望尘莫及。啊，他们都取这个法门，绝对不是愚痴。啊，肯定里面有大道理。啊，让我们接受了，啊，真的接受了，认真学习了，把净土五经讲过一遍，啊，念往生论也都讲了一遍，啊，以弥陀经跟无量寿经讲的遍数最多。下面引用啊，《弥陀疏钞》，如《弥陀疏钞》曰：“有其性因缘分说。”啊，《疏钞》里头，莲池大师引用《起信论》啊，《因缘分》这一段里面的注解，苏轼注解。名性为初心，有四种机。这讲众生的根基不同啊，这是性为初心的。一离惭灭罪，辟初机。这是真的，从哪里入门？从哪里下手呢？从离惭灭罪。我们对大乘信心这么难生，是什么？原因是什么？业障太重了，啊，自以为是啊。对圣贤也没有看在眼里啊，那我们自己都犯了这个毛病啊。离惭是灭罪很好的方法啊，离惭是收心呐。啊，我学佛，我非常感念禅云法师。啊，他虽然没有教给我什么，我在他茅棚里面住了五个半月。啊，我在茅棚做义工啊，茅棚里面一共住五个人。啊，三个出家人，禅云法师、普妙法师、大宗法师。啊，大宗不晓得现在在不在了。禅云法师、普妙法师都往生了。啊，另外一个老居士是朱金洲老居士。那个时候70岁，我那一年30岁，啊，年龄我最小，
所以我在这个小道场啊，就做义工了。啊，道场里面所有一切服务的事情，我一个人担当。啊，烧饭，那是在山上啊，没有电，也没有水呀。啊，水以后我们是想了个方法，我们用竹子，把竹子打，竹节打空的时候，啊，从山上有个泉水，用这个竹子一节节引下来。啊，但山上有野兽。有时候常常把水管碰断了，啊，那上去就接上来，烧灶要去捡柴火，啊，山上这个树叶树枝落下来的很多，捡柴火，自己种菜，啊，那过原始乡村的生活，啊，我年轻啊。好在这些事情从小都学过，啊，我照顾这三位法师，一位长者，啊，一位老人，啊，茅棚居里普里的小镇。我也不知道多少里，反正到普里买吃菜的时候，一个星期去一次，要走一天。啊，走路从茅棚走路，走到普里大概要3个小时，回来3个小时，6个小时。啊，2个小时可以购物。啊，每一个星期去买吃菜。啊，蔬菜自己种。啊，禅云法师教给我的功课是每一天拜佛800拜。啊，早晨起来拜300拜。中午吃完饭之后收拾收拾，啊，收拾清楚之后拜佛200拜。啊，晚课是300拜。在茅棚里面。啊，因为晚上没有灯，没电灯，啊，所以睡觉大概是8点钟就睡觉了，2点钟起床，啊，起床梳洗之后就拜300拜，300拜完，拜完之后就开始烧早饭了，啊，早饭的时候吃，禅云法师挺讲究的，每天早晨吃豆浆。这豆浆要自己磨，啊，晚上睡觉之前把黄豆跟花生混合在一起，啊，水泡到，啊，第二天早晨起来之后磨豆浆，豆浆里头有花生就特别好吃，啊，这出家要自己能生活，什么都能干才行啊。啊，这都是抗战期间，我们是流亡学生，啊，都做成习惯，啊，洗衣服缝缝补补都行，啊，所以5个半月了，我在山上拜了10几万，磕了10几万个头啊，消业障。啊，离忏灭罪，折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啊，以后离开茅棚到台中去学教，这是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半年呢，这认真的修行，啊，在这个禅云法师指导之下。啊，那个时候在这个山上，参与化是修净土的，
他教我看苏超，看要解，看云中朝，所以我对于这三部注解很熟悉，就是那个时候学的。把这三部书的一些科判，通通用表解画出来。这一画出来之后，我就感到非常惊讶，才知道这个佛的经典之好，佩服得五体投地。除这个之外，他叫我看印光大师文钞，这是我在山上半年的功课。奠定这个基础，到台中去学经教。没有空过他从这里入门了受过基础的训练我们今天有这么好的环境为什么修学没进步原因是大家了没有理认真离忏灭罪这个根基。如果从这个根上去砸的话，那情形不一样啊！认真修行，一天800拜是最少。因为我要用很多时间照顾大众的生活。山上服务的人只有我一个人。所以什么事情都要做。下面以修习止观呢，辟中基；以求生净土辟上基。你看看上中下三种根器初为业障众生中为凡夫二乘是指净宗是大乘菩萨之所修为这是起心论疏里头的话又弥陀要解为持名法门深妙破尽一切邪论斩尽一切异见为马明龙树智者用名之流彻底何当得去这把上根呢引出来了马明龙树这是古印度的祖师大德传记里面所记载的都证得初地的地位，这地位高了。初地菩萨，智者永明，这是中国的。智者大师，天台宗的祖师，永明延寿，是中国净土宗第六代的祖师。佛应化而来的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永明延寿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
啊，敬宗这个法门，像他们这种人，啊，才彻底，何当就是承担呢？他才能承受啊，不是一般人呐！啊，这个法门的深妙。 破尽一切邪论，这句话就说的重啊！真话不是假话，一切邪论是说什么？不是说世间的。 一切诸佛菩萨说经言教，全是邪论，哪有这么麻烦的？一句阿弥陀佛不就成佛了吗？还搞这等干什么？这句话不容易啊！啊，为什么？84000法门都是弯路。 这条路是直路，啊，只教你一句佛号，佛号之外，通通放下。多长时间成就的？弥陀经上是若一日到若七日。我们在中国历史上看到的，啊，持名号念佛往生的，一般都是3年。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就是阿惟越智菩萨。你不全通了？啊，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呢去学习啊？这是什么人物啊？谁能相信啊？ 马明龙树智者之流，他们能相信啊？斩尽一切意见，不准你起心动念，哪里还有什么分别之处？斩尽一切意见，这是断烦恼。 破烦恼障，破尽一切戏论是破所知障。这一句佛号，两种障碍都破掉了。啊，所以下面给我们说，盖因持名曰法，乃至圆至顿无上法门。 我们业障深重，初学的人哪里知道啊？啊，智是到了顿头了，啊，圆满极了，任何圆教不能跟他比，圆中之圆，啊，顿是顿超啊。 啊，顿中之顿，无上法门呐！啊，他在84000法门之上啊，没有比他更高的了。能相信吗？能相信的人，那就是上根。 啊，不能相信的人，那中下根性，这句话是真的，叫非四量分别之所能起，故曰深妙啊！啊，难信之法了。
啊，全教小乘很不容易接受。啊，在我们一般就是知识分子，啊，好学的心，那都是障碍。啊，好学所知障，有所知障，不能得定，开不了悟，妄想太多。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给我们做出样子。啊，他19岁，离家外出参学。啊，到30岁，参学12年了。啊，12年中，把印度所有宗教学派，啊，里面所修学的那些经典，他全都学过。为什么？为以后传法的时候，让社会大众有信心。释迦牟尼佛不是一个不学无术之人，他什么都学了。啊，王子的身份地位特殊。啊，这大家相信他了。在菩提树下，把12年所学的东西通通放下了。那12年所学的所知障，放下是所知障。啊，修学过程当中的时候，他过这个苦行僧的生活，啊，那是什么呢？那是破烦恼障。能把烦恼习气放下，啊，这12年所学的时候又放下，把一切所知放下，啊，烦恼障放下了，所知障放下了，这才能开悟啊，啊，才能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呐，啊，他那个表演是给我们后人看。我们必须要记住，世尊一生是做表演给我们看的，像唱戏一样。啊，他在《梵王经》里面透露了身份。他这一次到这个世间来示现作佛，是第8000次了。那换一句话说，他久远界就成佛了。啊，弟子当中，甚至于出家护法里面，全都是佛菩萨在来的。啊，来唱这台戏，他唱主角，其他的唱配角。啊，表演给我们看的，为人演说。这个舞台就是他一生的行仪啊，一生都在表演啊，让我们渐渐的体会到事实真相。嗯，这个下面交给我们
修学方法，但莫止念去。这莫止是一直念去，啊，死心塌地一直念去，不假方便，不需要用任何方法来帮助，不落思量。你也不能有三心二意，这个法门，执起执用，自得心开呀、这是念佛的秘诀。古大德有提出来，正住双修啊，持名念佛是正修，再用其他方法来帮助啊，助修啊，正住双修。莲池大师告诉我，持名念佛是正修，还用持名念佛做助修？正助全是持名啊，那要不要持戒了呢？不用持戒了啊。为什么不用持戒？你二六十中都有一句阿弥陀佛，你还能破戒吗？就圆满了啊！可以说是三福、三修、六合、六波罗蜜、十愿，全在一句名号当中，真不可思议。理如是，思也如是，真能这样修行的人，你能否定他不是上根吗？上上根人才能做到。啊，底下两句就说到了，当下破尽细论，当除一切嫉妒分别，啊，破尽细论，所智障。除一切嫉妒分别烦恼障断了，嫉妒是见思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人家这一句佛号能断烦恼障，能断所知障，故云如是深妙之法，唯有马明等肉身大士实能直下承当啊，彻底何惮也。这哪里是普通人呢？啊，真的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
这是念佛人啊。84000法门，找不到这样功夫纯净的人啊。啊，他念念与自性相应。你看慧能大师坚信自信是什么样子，他说出来了，自信是清净啊，何其自信，本自清净，自信不生不灭。自信本自具足，自信本无动摇。你看这一句佛号跟这些相不相应？幕后还能生万法。啊，所以我们读四十华严，看到善财童子参访德云比丘，啊，德云比丘修波州三昧，给善财童子开始21种念佛法门，那21种展开，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为一切众生所讲的一切法门，一句阿弥陀佛，通通包含了。展开就是能生万法，啊，无量无边法门呢，没有念离开阿弥陀佛了，这还得了吗？下面念功把这几位人啊，这几位肉身菩萨做个简单的介绍。马明大师，东天竺人，天竺是印度啊，现在称印度啊，东印度人，传佛心印，为禅宗12祖。啊，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教阿难传的，宗迦摄尊者传的。啊，所以说，大迦摄尊者是禅宗第一代祖师。啊，在教下呢，啊，阿难是第一代祖师，阿难传教，啊，宗门教下了，啊，禅宗第14代祖师啊，啊，中心大乘，造大乘起心论，啊，论末劝导众生念佛求生净土，就马明菩萨了。啊，龙树大师，南天竺人，为禅宗14祖，啊，开铁塔，
啊，见到金刚萨埵菩萨，传授他密法，所以他变成密宗的祖师。啊，入龙宫取华严经，又为华严宗祖师。啊，处处复以广造众论，立弘净土，楞伽经玄寂云登欢喜地，就说他身份，他是初地菩萨，往生净土，故又为净宗之祖。我国称大师为霸宗之祖。前面说了四个，后面有天台、南山，南山是戒律律宗啊，法相三论都承认他是祖师啊。所以龙树菩萨跟这大乘八个宗，无论哪个宗都有密切关系啊，八宗的祖师啊。那么他的传记在这个大藏经里头有啊，高僧传里面有。诸位可以看看啊，传记里面说呢，他真的初地啊，初地是法身菩萨了，那不是普通人了啊。天台大师讲了，他真的成佛了，分证即佛啊，基本上他超越十法界了，他住于真法界。人非常聪明，那明心见性的啊，读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经典，世尊说法49年，他用3个月就修完了。啊，这一部大藏经啊，3个月他就毕业了。诸位想想行不行？这事情是真的吗？我想应该是真的，啊，不是假的。为什么呢？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一个例子。慧能大师解析了，不认识字。啊，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任何经典，你念给他听，他能讲解给你听。不必学。啊，所以龙树菩萨看大藏经，这一部经要不要看完呢？不需要，就好像慧能大师一样。你看，我们在《坛经》里面看到有这么一段记载：法达禅师一生受持《法华经》，没开悟啊。法华经念了3000部，我们知道这部经很长，很大的分量，一天顶多念一部啊，总得7-8个小时，一天念一部啊，那3000部啊，再说个整数，肯定超越了3000，10年。10年念一部经，
也很了不起啊，一门深入，长时学修。啊，所以他到曹溪，啊，去参访六祖大师。礼拜的时候，头没着地，啊，向老和尚顶礼三拜，头都没着地。起来，六祖问他：“哎，刚才我看了你拜礼拜，头不着地，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哎，他就说了，他读了3000部《法华经》。啊，现在是值得骄傲啊！啊，被六祖看穿了，问他：“法华经的大意是什么？”他讲不出来。啊，翻过来问六祖，六祖说：“这个经我没听过。”啊，您念给我听听，《法华经》28品，他念到第2品，六祖说：“行了，不必念了，我全明白了。”给他讲，他开悟了。啊，六祖大师给我们讲，我们不会开悟，什么原因？没有法华三昧，他10年呢，读这一部经呢，他得法华三昧，就是说，在法华经上，他得到清净心、平等心，他得到这。所以祖师给他一讲的时候，他大彻大悟，就明白了。啊，在礼拜他、礼谢他的时候，头就着地了。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明心见性的人，要不要把全经看明？不要，看个几页，看几句就行了，就懂了。那一部经看几句，3个月当然是很长的时间了。释迦牟尼那些一生讲的经，他全通了。啊，就初地菩萨，无始无明破了。还有习气啊，习气没断呐、啊，啊，也就像这个发大禅师一样啊，啊，有点自以为了不起、啊，这个世界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我了，啊，所以说，初地是小菩萨，刚刚入门。大龙菩萨看到了，来照顾他，啊，带他到龙宫。这个龙树菩萨好学，啊，你不是喜欢学吗？广学多闻啊，龙宫收藏的经典太丰富了，啊，带你去看看，啊，看到。《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本，完全的本子，释迦牟尼佛27日中所讲的，多少分量？10个3000大千世界未成记，14天下未成品，这个经要拿在我们地球上装不下。龙树菩萨一看到这个，那一点傲慢的习气马上没有。啊，才知道自己一生所学的太渺小了。啊，看到这个《大本华严》，他想，阎浮提众生的地球上众生，没有一个人能够受得了的，啊，无法学习。
再看中本，中本分量还是太大。啊，不起娑婆世界众生的根基啊。啊，最后看小本，小本是目录提要，就像我们看四库全书一样。啊，四库是大本，四库会要是中本，啊，小本是目录提要，啊，只有五册，精装五册，目录提要，啊，每一本书书名，什么人著作的，里面的内容大意，啊，简单介绍一下。哎，他说这个好，这个言菩提众生没问题，啊，分量多少呢？40万计了，啊，10万计，40品，啊，40品10万计。啊，印度人算是4句叫一首偈，啊，40000句就是40万句，啊，这现在我们看的这个《华严经》，啊，是《华严经》的目录提要啊，啊，这个是龙树菩萨传到这个世间来的，啊，所以他是华严宗的祖师啊。华严他传来的，啊，在他之前呢，华严经在这个世间没流通，啊，这是世尊37日中在定中所讲的，讲完之后，大龙菩萨把它收起来，藏在龙宫，啊，所以从这个地方，让我们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开悟要紧，明心见性要紧，见性之后全都通了，什么障碍都没有。啊，这个事实真相，大乘经教里头常说：一经通，一切经通；一个法门通，一切法门都通。啊，所以教你。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每一门都能通到明心见性，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哪一条路都能到家。啊，只要你肯走进去走，你不要去找岔路，找岔路那耽误时间，那就很苦了，找不到家。一门深入，啊，一部经一个法门，决定得定，定就是三昧。啊，得到定之后，继续往前进，啊，绝不改方向，肯定开悟。啊，悟了之后，就像龙树菩萨一样，学习就很方便了。啊，一点困难都没有了。啊，一看明白了，一听明白了。啊，一接触全都明白了。这是佛法里修学的秘诀。啊，那不相信的，啊，自以为聪明的，他的路子就走远了。它就有相当的难度了。真正听话，啊，依照祖师大德的教诲，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这是最近的一条道路。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